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的待在家，静静的守。Let's put your hands together. Wow! Gigi, Gigi 姐，谢谢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哇，哎呦，太感动了啦！太感动了，几年了，我很感动。你都没变啊，你也没变啊。我是一定不会变的，尤其是这颗爱你的心。对，哇，真的，我出道的时候就已经上你节目了。是啊，台北你多久没回来？有一段时间了，一段时间，这一趟回来不得了，时间遇上我们，啊，今天很多人啊，听你在唱短发的时候，那眼睛是噙着泪水的，这些粉丝都在，对，很多年的，永远都在，对不对？都在了，所以这次。台北开小巨蛋演唱会了，所以他们就是肯定要来支持我的了，一定的。小巨蛋家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小巨蛋演唱会一定要找到厉害的嘉宾嘛。哦，这个要。对对对，我这样。你有没有空啊？直接就约起来喽。他是说有没有空来看我演唱会？对啊，他免费给你票 ，OK 的，请你去看。那这个一开麦啊，马上就是要真的秒杀的啦，绝对是4月13号。那怎么会有这一次的想法呢？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时间遇上我们的巡回演唱会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台湾的歌迷久等了，我终于来到台湾的，一定要来，来来来，再来一个掌声鼓励一下。很久要来，一定要来，然后大家都关心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是像我本身就是完全不八卦的人，嗯，好了，小八卦一下啦，就大家关心啦。怎么会那么仓促？突然间我遇到一个 Mr. Right， 什么叫仓促？对呀，遇到对的人就。他当时是偶然当中嘛，是旅游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旅游的时候很浪漫。遇到一个人就觉得应该就是就他了吧，就前一辈子有看过对方，有这种感觉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他跟我说的，他跟我说。哇，他说他觉得他上一辈子有见过我。这一招我也常用，那就很管用哦。你结婚我早就心死了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偶像。你有听过我喜欢过任何一个香港的女明星吗？没有，这一场里面没有，就对，这一集没有，真的。Only you, only you。我相信，对。我知道你结婚了以后，我才死心，我才当阿公。老公，你我当爷爷，应该祝福我了。对呀，我很多人都说我有西班牙的脸，西班牙肤色，西班牙肤色。对，健康了嘛？对，健康肤色。好，哎，君姐用最客气的方法，肤色。演唱会
演唱会有没有顺便新歌啦？你有没有新歌？没有新歌，但是我的演唱会其实很特别，因为这个从香港开始的时间上，我们演唱会是100%广东歌那时候，然后一直巡回，一直换那个歌单，然后我是计划在台湾这一站的时候变成100%的国语歌。哎呦！用心哦。对啊，今天我们几首歌要跟你致敬，好，好不好？还要送一个礼物给有个神秘礼物，来来来，我来，哦，厉害了，漂亮，李丽珍，简他们祝福演唱会成功。我自己画的，我用大概1.5天的时间了。你画的？对呀。哎，这个是。你也叫秉玉啊？秉玉，秉玉。哦，秉玉。哦，你的艺名，艺名叫秉玉。这画的很好哎。还可以，小时候学一点啦，学一点。真的，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才华。不不，你就相信就好。不要再追究了。不要追究。把这个给带回去，来来，帮忙帮带回去。谢谢。那你先坐，先坐。好。哦哟，漂亮！掌声再次给我们梁咏琪。我们希望他这演唱会成功。